天是我们通号只要烤肉的这一天，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备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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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备料。好了，我们就等晚上喽。如果有 follow 欢欢的 IG， 就会知道我们最近开始了一个叫做通 house 的社群。至于我们在干嘛，就继续看下去喽。我们现在进行猪里脊包糯米椒的部分，很丰盛吧？丰盛。正搞刚我有洗手。对，我们都洗过手了。我们都拿很多串了，我们现在把它放到盘子上。哇，肉肉肉多多，多多肉，烤羊角，上面是什么迷迭香吗？嗯，哇，这个很重哎，对，棉花糖马吉，然后还有一堆桌游，耶，今天不是休假吗？你怎么来了？这是变健美，三福排骨潮牌。潮牌，晚上的投影布幕呀。我们等下准备把我们刚才点好的纸贴起来。三福影城正式开幕，我们真是有够天才的。色最秀，厉害吧？我们菜有推车，有三层，这边还只是菜，还没有肉哦。好美哦，好像那个铁路小姐。有一丝饮料、咖啡有需要吗？很热哈，烧起来，好热。马上就进入垃圾食物的时间是吗？是的，现在是中场休息。大家大概抱抱米妈妈，很快。好玩吗？史上第一招这么多人，对不对？真的，你不在家门口，不是去露营？真的，可以开烤肉店。对，我要开会考，我们已经讲很久了。有参加会考的学生都可以打八折。我们在吃青菜啊。这盘是给肠胃炎的朋友。肠胃炎 ，Hello， 肠胃炎 ，Hello。二号，我们的中秋节的隔天啊，今天非常开心，有这么多人来。那今天其实也是个很重要的日子。今天呢，我们有一个朋友，他已经过了两个月的生日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给他一个生日快乐。这人是谁啊？过两个月要过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是我吗？是我吗？我过了两个月的生日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可以吹吗？还不能吹？可以吹吗？还不能吹。可以吹吗？还不行，要等歌结束。那许愿，要许愿，还要许愿。你要许愿吗？然后那个啊，你要许愿吗？你要许愿吗？第一个愿望。第一个愿望，我想要吃很多好吃的，又不会胖。第二个愿望，我想中乐透，我想要中超多的那一种，然后我就可以帮大家买很多栋工作室。有一栋是我的，有一栋是我的。啊，有一栋是我的，有一栋都有都有，见者有份，只要我中20亿的话。第三个愿望。要讲出来。不能讲哦。看你啊。第
第三个愿望，我要很幸福，大家都很幸福。可以这样吗？可以。啊啊啊！你为什么吹了？太饿了。我还有很多愿望哎、欸，我要祝你接学生接到长茧，祝你接表演接到手机没电，就一直打给你啊！生日快乐！之所以会开始通 house 的 idea， 是因为这些年下来，无论是参与同志运动，还是推广许多同志活动或店家，发现还是有很多女同志哭诉很难交朋友。我们想要发挥我们的社群号召力，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找到同好，也像是一个同志族群的 house， 透过不同形态的活动，让大家找到跟自己同一个痛调的朋友，面对面的建立真实的关系。由于我们是一个以出席活动为主的社群，为了避免一窝蜂的人涌入潜水，所以我们加入的方式就是参加活动。大家可以到 Townhouse 的资讯平台看看近期活动，私讯欢欢报名你有兴趣的活动，我们在现场就会把你加进社群哦。